好，来这里。这个在解之前，先讲清楚啊。第一个，解不等式领导系数要什么号？正号，对吧？这三 S 符号喜不喜欢？不喜欢。所以说，在正式解之前，麻烦先把变正的时候变正的。老师讲过，缺什么特性？我们在 GS 里面变号，负三 S 加5，把 B2 变3 S 减5，有没有差？老师讲过，3-2。 它负3加2其实没影响，啊，这是一负一，负一绝对是几？一有没有差？没差。所以说我在 GS 里面变号变3 S 减5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哦。之后好，像这种夹心饼干，把 GS 拿掉 ，GS 拿掉可正可什么？负正号时候，直接7还是7，0还是0。负号时候，麻烦7变负7，0变几？负0。 麻烦把5、8加对调，是不是就好了？麻烦你一件事，什么事情？这时候求 A 可以怎么算？哎，把大家都加，先把减5去掉，把大家减5，加5变几？12，加5变几？5，加5变几？52，是不是就好了？之后再把大家抓起来，除以几？3，行不行？ 抓起来除以3，哎哎哎哎哎，你那颗头一直动来动去，你知不知道？除以3变4，除以3变几？1/3，除以3是几？1/3，除以3是几？5/3，有没有？有，把它看一下，OK。